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北京时间12月20日 ，NBA 季前赛最后一天，奇才和活塞的比赛，奇才球星威少首秀上脚 ，Jordan 1@0.3 SCPE 威少的球鞋都会写 KB 3，是为了纪念他的篮球发小，他的发小名字就叫 KB 3。活塞队的普拉姆利上脚 Nike Air Force Max 一款很适合大体重球员的球鞋，他的队友奥卡福上脚 Nike Kobe NXT 360。Reacting Fire 白城的配色活塞后卫海斯上脚 Nike Curry 6 Asia Irving J 各配色是致敬欧文的双胞胎姐姐 Asia Irving， 他的队友敦布亚上脚 Adidas Team 6彩虹渐变的配色很骚气，老鹰和灰熊的季前赛灰熊后卫贾莫兰特上脚 Nike KD 4 Galaxy 2012年杜兰特的全明星战靴老鹰队的特雷杨上脚Adidas N3XTL3V3L2020 和老鹰队的球衣很搭，凯尔特人星员 TT 汤普森在社交媒体晒出一双 Nike Dunk High Spartan Green 配色，他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再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，湖人球星詹姆斯上脚 Nike LeBron 18 Pillows Angeles by Night T 配色，一家人的名字整整齐齐，老詹季前再穿的另外一双 Nike LeBron 18，湖人队熟悉的白子配色，湖人就将丹尼格林上脚 Puma RS Dreamer Black Sweat and Tears 配色，他的队友托拜厄斯哈里斯上脚 Nike Kobe 5 Pro Tro PE 哈里斯个人专属的配色很帅，他的队友本西蒙斯上脚 Nike Zoom Rise University Red配色很亮眼，篮网队的杜兰特上脚 Nike KD 13 Ant Pearl 乳腺癌配色从未让人失望，他的队友欧文上脚 Nike Kyrie Lowe 3 PE 欧文穿的球袜好像和别人不一样，掘金星秀 RJ 和普顿上脚李宁玉帅13 Bone 低帮板 PE 鞋舌上有他个人的 Logo Blur， 注意到热火队的老将伊戈达拉穿的球鞋是 Under Armour Curry Flow 8，他目前没有球鞋合同。最后带大伙儿看一下昨天太阳球星德文布克在球员通道穿的卫衣 DBO OKWAS Here， 整体搭配看起来有点酷。比赛中布克穿的是 Nike Kobe 5 Pro Tro PE， 依然写着 Be Legendary， 这是科比给布克的寄语。这期的球鞋哪双更好看？每日球鞋资讯抢先看，私信球鞋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